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08期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做 New Age 所推出的恐龙部队啊，新生战力恐龙军团登场。那致敬到 G1 里头的飞镖，这个异手龙的形象啊，大家是绝对不会认错的啊。首先，它的配件呢，各位看一下，它有一个支架。那作为一个翼龙形态呢，如果不把它放到支架上，确实是站立啊，还有一个姿态，其实不是很好看，所以这个支架很重要啊。那附带的一个替换的手型啊，先给各位看一下这手型，一个是掌型张开的啊。那这个替换的话很简单，转动一下呢就可以取下来啊。那我们的话呢，就轻松的将它做一个替换。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它这里装的时候啊，这个提一下，在这个地方按下去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点这个地方，你看啊，这个地方会陷进去，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建议各位就用力的把它给捏紧了，然后这个拳头进去的时候呢，稍微转一下转一下，把它给放进去。那这个宣传图的话是蛮卑鄙的，它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大的空洞，所有的宣传图呢都回避掉这个角度啊，也是很有一手啊。那它有附带的武器的话呢是肩上啊，不对，翅膀上面的这个配件，而它有点意思的是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它有附带一个特效件。那这个像是烟雾一样的配件呢，其实呢是要让我们安装啊，在子弹跟枪口中间形成一个发射的一个子弹发射出去的一个效果了啊。这个创意我真的觉得还是相当的不赖啊。那玩具本身的松紧度的话呢是非常恰到好处啊。那关节的紧实度啊之类的啊，除了说这个地方这个缺口呢，导致说有时候呢你稍微推动一下这个松动关节，会让这个手有点像是错位。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啊，容易去推进去，你要在自己再把它给抠出来。等于说啊，几乎除了手臂之外吧，它身上其他的部分的话呢，我觉得都没有什么缺点。翅膀的收纳也是很工整，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头上的话呢，这个头冠是可以上下稍微动一下，你可以按你喜欢来做一个调整。好像按说明书的话是要往前面推到底了啊。那这个头的话呢，还可以往上面抬起来。它后面的话呢是有一个开口在这里，但是因为头冠会稍微影响啊，所以就抬的幅度就是被影响到了。手臂的话呢，平举啊可以再往上提一些啊，这里造型的关系。那这个地方二头肌的转动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腰身就有点小尴尬，虽然有做出腰身，但是这个鸟嘴因为延伸到这里吧，所以它其实是会去干涉到它的一个可动啊，这个鸟嘴本身跟身体没有结合，它靠的是上方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把它给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吗？把它给扣进去，这个鸟头再放下来的。所以说啊，这个鸟的嘴的话呢，其实还影响它的可动挺大的。那这个髋部的话呢，由于变形的时候变成鸟的时候，需要这里多了一处的关节啊，这个在人形下应该是帮助也不是很大了啊。那膝盖的话呢，往内折，折到最多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恐龙的这个小腿后腿的话呢，就稍微的去推一下，啊，补充一下这个造型。如果整个推到底，当然就是整个就是裂开，啊，这个也是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但是平常展示的话呢，是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啊。那脚的话呢，往内折进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造型多做了一片啊。那从后方给各位看，它的脚后跟也是独立出来的。那这个脚后跟能够单独活动啊，对于人物的站立性的话呢，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了啊。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炮击战士的变形过程啊。拳头推进去，然后小臂跟大臂这个收纳这个地方啊，从这里一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折进去。再来的话呢，把这个鸟头给打开，从这个地方有一个锁扣把它给松开来。后面的翅膀呢，我们先把它往两侧给打开。再来这个背包这个部分呢，是把它给往下面放下来一下。再来的话呢，把这一片把它给抠开来，它是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在这里，两侧都有，把它给松开。松开之后啊，把它稍微拉出来点看，你就知道了，它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四片部件，其实是联动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先把侧边肚子这两片推到中间来，再来的话呢，把它这个部件把它往下方压下来，往下方给不对，往上提上去，讲错了，往上整个提上去。然后呢，把胳膊给放进来，转到这一侧，把这个洞转到中间来，放下来之后，这里外摆内收，这里转过来，好，整个的往上面，这两片往上面集中过去。然后你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原本扣在侧腹的这个蓝色的凸，现在要扣到
手臂这里把它给扣进去。好，这样就把它完成一个锁定了。锁定之后的话呢，这个时候变形已经差不多。来，我们把这个地方推过来，推下来，这一片抵过来，这样一来的话呢，可以把它达到一个锁定的效果。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很简单了，就是把这个脚后跟这隐藏的这个凸把它给抠出来，往上折，扣到这里啊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这样单独把它搓过来。它有一个蛮特殊的角度啊，不对，我们这个脚记得把它给收进去啊，先把它给收进去到这边。好，到这里把它给扣进去，这个角度就比较刁钻，可能你就是这个地方看到吗，这个地方有一个外八要把它给扣出来。好，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先把脚掌给收进去，只有记得脚后跟要收进去，这里这样子推出来，看到吗，这里面侧边给各位看一下，对，这个地方啊，里头这个双动关节这里把它给推出来。它的推出去的话，就是我还是那么一句话，它是一个有点小小特殊的角度，小外八这样子。好，你只要能够把它扣进去这里就可以了，没问题了。好的，脚后跟调整一下，这个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炮击战士的变形过程就算完成了。体型还是挺大的，这个翅膀一展完全张开之后，这个应该有将近20公分啊，差不多啊，我是用我的那个来做一个标准，大概小腿的长度差不多。那它的炮弹就放在原本的这个翅膀的下方，头可以往下看，左右还可以动一下，头可以左右动一下。那如果说你真的要让它站立的话呢，也不是不行啊，就是这样子站，你可以翅膀稍微收一下，但就是感觉比较丑一点。脚后跟是可以单独动啊，这个就是我提的，脚后跟其实能够动很重要。到这边啊，这个是它的一个站立的形态，我们再对比一下其他几个它的一个同伴啊。这个大小的话就是单看本体上比较小，可它一展开之后就是很大一个。那我们再把它的头给恢复原状，这个脚的话呢给它放上来。好，那么呢它有附带的支架的话就是扣在下方这里，我们做个简单的展示，扣上去。好，这个展示起来真的很好看哦，挺漂亮的，就是设计一个角度。然后它的嘴巴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机关啊，它其实有附一个这个噔噔，还是有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接口。但是呢你一定会自然而然想说，那是不是这个可以把它给扣上去，但其实我发现扣不进去，插不进去，真的是插不进去，我怎么转插不进去。我换一个一样，这个它自带的这个烟雾效果就没有办法扣进去。那我于是说我去拿了这个钢索的那个火焰出来，哎，这个就可以扣哦。这个是原本是属于这个 Grimlock 的一个配件啊，它可以给它用啊，但是它自己的烟雾效果却不行啊，这比较可惜。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当然也可以玩一下啊，就是在这个状态下，我们把这个子弹，我的好，这里装上去，让它做出一个如同它的玩具的名字一样，就是一个炮击战士，这样这个效果还是可以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角度打对的话，真的就是一个把子弹发射出去的一个感觉啊。整体来说还是表现得很 NA 的水准啊，绝对是在变形兽形人形方面的美型度上啊，它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恐龙金刚，几乎不管是就是大部分的恐龙的部队的话，几乎我都会收集，几乎都是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听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